一人左一人，后面还有客人陆续上门，看看有人一次买5000，还算少。店长说最高有人买88000，都为了威力彩连杠37期，这回头奖上看13亿，单注奖金今年最高。是因为今天头奖还蛮高的吗？对，先来买曝光剂，晚上忘记买。如果买一下，对啊。中奖你要做什么？ 还没想到呀！<笑>东仙买在说，当彩券行这两天业绩飙升80%，台彩也预估这期总销售额能有4.5亿。大伙连选数字想法都一样，专挑好兄弟带来的新号码。拜拜的姓名笔画，还有好兄弟的姓名笔画，这是今天最夯的一个14牌。店长说6570最受欢迎。 但中原两字笔画都是4，普汉度则都是12画，所以也超夯。再来，今年农历7月1号鬼门开，刚好就是88节，所以1和8热门度同样名列前茅。不过鬼月牌再怎么夯，威力彩中头奖几率依旧2209000分之1，幸运而不知在哪里。报道选区，我们前台北蔡报道。民生8方式尽在1小时，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